早就听闻博雅大人英姿飒爽，是天都城万千少女的梦中佳人。我少小离家，奔入星云台门下，为的就是斩杀世上所有的妖魔，让世人不再经历和我一样的痛苦。大师兄回来了。师兄，有圣旨。应天顺时，受资明命。景云台不为天都数百年，伏妖除魔，设伏宵小。今传斩蛇之人，即刻入宫。我只是相思心切，想再听听玄象之音。荒唐，妖就是妖，何来景云？传言我是妖狐之子。等一下，殿下，他没有杀红罗法师。我知道你能言善道，一心弄人为乐，但是我不想道人相见，今后不要再以此说笑。这是你家？是也不是？有人打破了皇宫的守护法阵。博雅，你不怀疑妖，我还在怀疑人。那就各问各的，祝你好运。博雅，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我相信你，让我做你的侍臣。谢谢你。也许人和妖魔都有欲望，也皆有善恶。你我缘分始于笛声，今日也让我用笛声送你踏上归程。